哦，好热闹哦。那接下来我要带这首歌呢，就是比较快乐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开心起来啊，想跳的可以跳啊，想鼓掌可以鼓掌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希望能够当大家的应援团，不管是啊学生啊妹妹啊学功课啊，还有什么家长的那个工作啊，还有那个恋爱啊，都希望能可以帮大家加到油，所以这首歌呢就叫做恋爱应援团。